每天我都听，今天来学四个看。Look 强调看这个动作，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跟 at 连用，后面要加具体的目标。See 强调看见某物，它强调的是结果。Watch 指的是观看、注视，强调注意力的集中。Read 还有看书、看报、阅读之意。来看我的题，Number one，Please 什么 carefully，请仔细看。这里边强调看的动作，后边也没有具体的目标，我们单独使用 look。第二题，什么 the blackboard please，请看黑板，还是强调看的动作，但是后边已经有了黑板这个具体的目标与 at 连用，所以要添 look at。第三题，What can you 什么 in the picture？你在这张图上能看见什么？看见什么？强调的是结果，要用 see 情态动词，直接加动员。第四题，Mike is 什么 a basketball game？麦克正在看篮球比赛，比赛具有观赏性，是在观看、注视，所以要用 watch。Be doing 这里边要添 watching。第五题，I often 什么 a newspaper after supper？我经常在晚饭后看报纸，添什么？评论区下方告诉老师吧。